继续就来到宜兰，虽然这个风台的风雨也不是很大，但是在宜兰的内壁海埔已经可以看到落这个雨水墙的奇景。市区的打开景点，像知名的中地艺术和飞天小火车，也已经做好到风台的措施。海军的两栖突击车也进驻苏澳，为风台做万全的准备。风台脚步愈来愈近，好，这个宜兰内边海埔出现雨水墙的奇景，伫岸边就会使看到岛边海面上拢乌乌规片云，滴落雨，甲正边的蓝天变成强烈的对比。天气多变化，海军苏澳后勤支援指挥部派出两栖登陆车进驻苏澳定光所，严加戒备。带了 AAB 拐两辆，然后人员有七员。再加上我们的那个两栖侦搜大队有六员，派出官兵待命必要时，会使运用宜兰车头前断开景点丢丢人森林，有三栋栋的飞天火车马上甲掉落来。金品公园会针对这个玻璃纤维的这个装置艺术的玩偶，做防台上面的一些帆布跟一些安置的作业。花莲渔港内拢停满渔船啊，虽然讲将船已经绑好啊，不过渔员未放心，走来滴看。拢准备好啊，甲拢用安全啊。嘛是爱注意的啦。海巡嘛伫七千潭有封锁线，无希望游客接近。为了这个风台，爱做好准备。